个今天开席来到埃德蒙顿了，就是从多伦多这么远，然后我们再一起聚一聚。对，感谢老凯家的这个招待，然后感觉在这边都有不认识的人了，很亲切。好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城市来的，我觉得你不知道，我那个咱们有同学什么的在多伦多那种，还不是多伦多，就是搁滑铁卢那儿啥的，更就被迫性更大一些，也很难。就是我一方面是暴露我的隐私，但是呢，我也有自己的底线。就是而且这很正常，而且你愿意说什么说嘛，我高兴了我就跟你互怼或怎么样的，就是。你反正你丝毫影响不了我，而且你连我的情绪你都控制不住，不可能。你说什么我都是我播我自己的，对，不是说我多生气，我是觉得这个点我要该说，或者要怎么，因为我有自我的思想，完全你说什么我都不在意，但是我没有必要你好别人干嘛，就好我没必要。那个开席能来埃德蒙顿，我们特别高兴。谢谢，看到开席吧，特别漂亮的小姑娘哈，谢谢比视频里都漂亮，真的。然后和我们家小卡岁数相当，特别好，像我孩子一样。他能来，我特别高兴。我也很高兴见到你们，感谢招待，真的。老卡，有那种一见如故的感觉，是不是？一点都不陌生哈，见面就像老朋友一样。对，陌生就对了，变成洗头发了。真的不陌生，对，然后就等下次的小卡回来，我们再见一次，对，我们再聚，对，上车，走。